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二集，第二种方法 ,Twitter 搜索。在 Twitter 搜索框中，我们输入产品的关键词，可以看到跟产品相关的所有帖子。我们也可以依据需要对帖文进行排序分类。另外，我们也可以搜索 Twitter 的一个常用功能 Hashtags。我们可以通过使用 Hashtags 加关键词找到所有使用该标签的推文。比如搜索 Mass Reddit 是一家社交新闻网站，据统计2020年该网站的用户已经达到了3亿，它的用户群主要是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为主。那么我们如何找到 Reddit 上面的热点呢？第一种方法 Reddit Popular。Reddit 单独辟出了热门内容页面，可以让用户非常迅速地了解当下最热门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可以对 popular 列出的热门内容按照 hot, top, rising 进行排序，还可以查看近30个国家的热门内容。第二种方法 Reddit commentites。 在 Reddit 上面发布帖文需要新建或者选择相应的社区， Reddit会对热门的社区进行排序，我们可以利用相应话题社区的排名进行热点营销活动。这里比较赞的地方就是平台对所有的热门话题社区都按照领域进行了分类，这对于我们的营销活动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第三种方法 Reddit 搜索，我们可以在 Reddit 的搜索框输入相应关键词，之后按照热度和时间进行排序，就可以找到关于该话题最热门的内容。我们都知道Facebook 和 Instagram 是一家公司旗下的两个社交软件，两者时间密不可分，广告系统甚至都是集成的。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如何找到热门内容。第一种方法 Facebook IQ Hot Topics Late。 在 Facebook Business Insights 中有一款工具专门用来研究热门话题，这款工具按照平台、国家和月份对热门话题进行排名。第二种方法搜索，和上面其他的平台一样，我们也可以利用两个平台的搜索框内容搜索关键词或者是 hashtags， 即可找到与之相关的特定话题。七，市场面有很多专业的内容话题研究工具都提供热门话题研究功能，今天重点推荐 Buzzmo。 Buzzmo 主要是用于内容研究，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热门话题呢？第一种方法 Buzzmo Discover。 这一功能主要是用于发现世界各地发生的热门事件，它分为三个板块 Trends, Topics, Questions。 这三个板块都可以按照国家和领域进行分类，因为它搜集的是互联网上面所有平台的数据，所以话题在数据表现方面会比单一的平台更为专业。第二种方法 Buzzmo Content。 这一功能主要是用来发现与特定话题相关的热门内容，它分为四个板块
Web 研究互联网上所有的热门内容。Facebook 搜集分析 Facebook 上面的热门内容。YouTube 分析 YouTube 上面的热门视频。Backlinks 为网站找到相关的链接资源。以 Web 为例，输入相关关键词 Medical Math， 我们就可以看到互联网上与 Medical Math 相关的内容以及社交分享数据。除了 Buzzmo， 市面上还有很多类似的热门话题研究工具，大家可以按照使用习惯进行选择。八，密切关注行业内的热门事件，你的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活动。九，密切关注行业新闻媒体动向，了解行业趋势以及常见的关注问题，如何利用热点进行品牌推广。通过上面的方法，我们已经掌握了找热点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利用热点做品牌营销呢？一，深入理解产品与品牌，做好用户洞察。